星和无线电视大奖201610月22号在新加坡隆重举行，一众有份出席的小生花旦包括黎耀祥、陈展鹏、胡定欣、王浩信、萧正南、袁伟豪、陈伟、王志文。今年获得我最爱 TVB 男主角、我最爱 TVB 电视男角色、我最爱 TVB 荧幕情侣等提名的陈展鹏再度成为大热，而他就说要以平常心面对赛果。裁员啦，系自己冇乜特别啲嘅期待咁样。期待？系啊，期待听日颁奖典礼咯。系啊，希望着靓仔啲去啦。一睇你个行李就知啦。而杨明就话今年要挑战阿 Ben， 不过讲紧嘅就唔系演技同人气噃，而系身形啊。为咗听日有冇做啲特别啲嘅准备啊？有啊，我今晚食得饱啲，听日咧就唔系好食嘢，预备我靓过阿 Ben 嘅身材要呈现俾大家观众睇。我谂住唔着衫啊？系啊，你见我冇带 keep 就知啦。佢挑战你啊！佢挑战我唔紧要，日随便啦。我知个意思系冇。唔系冇所谓，冇所谓，冇。诶，因为系好自由嘅，你点样挑战都挑战唔到啦，明白？